我是人生的胜利组，有靓丽的外表，第一妹99分，聪明的头脑，家里环境也很好。哇，这个是最新的模特吗？哇，这个买断货了的嘞，在哪里买到的？哇，这个也是美哟，这个牌子很美的。本来应该很满足，可是天公就是不会让你称心如意。加油，加油！哇，破纪录了！永远都会安排一个人骑在你头上。王艾琳100分。让你心情非常不愉快。我好难哦，就这样子做菜。加油！来来来，我是大鬼脸。强好吗？大鬼追求啊！这时的冲动内疚却比妒忌来得更加深刻。来，这个拿给那个试验仔。OK。面来了，5块半。Thank you。喂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没有人这样子洗碗的啦。对不起。哦，原来你是特地来道歉的。叫我们打平哦。哪里可以这样？喂，你不是来道歉的吗？可是，有时候道歉也已经太迟了。这一次的癌细胞又再度恶化了，情况很不乐观，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啊。实际的情况要等报告出来才能预算，你们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嗨，哎，这施主，看你印堂发黑，
让平真为你施法，帮你逢凶化吉。嗨，唱！哎、欸，你看你头上的乌云都不见了，平安了。来，也开始觉得天宫为什么那么不公平，自己不配拥有现在的一切。怎么你剪头发剪到这样短呢？你真的很像小孩子哎！付出我能付出的，辞了就已经太迟。